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呢？等一下的表演肯定让你目不转睛。待会的表演团体是西瓦印度舞团，是国内呢少数专业的印度舞舞团。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宝莱坞，对不对？那宝莱坞呢，带给我们国人的印象哦，就是热情，还有神秘以及华丽。那今天呢，我们要将正统的印度舞宝莱坞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西瓦印度舞团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专门为这一次的台北灯节准备的舞码，叫做《灯的祈祷》。这是一首在节庆时刻演出的舞码，借由点亮的灯火向天地祈祷，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有崭新的开始，平安顺利，开开心心。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西瓦印度舞团。एकान तारी मोरालिये मोहिने गरावो ये लोकिदो हे मसरवर साधनी
演出，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震撼呢？希瓦印度舞团接下来的表演呢，是要带